片的词曲创作人哦，所以在此听到这里，是不是给他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只有一亿耶，我只对你一千一亿。我开始失忆，我开始失忆。是，没有啊。其实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，我们最主要要感谢谁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们今天的灵魂人物。哎呦，因为呢，我们灵魂人物知道我今天要做公益，没错，不收钱，而且呢，卖身。卖身，卖脸，卖脸，卖冬瓜，卖薄料，卖冬瓜，就是那个泰国的，不用担心，我都不用担心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谢谢安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其实我知道不是你的钱，是妈妈的钱，你不要叫妈妈这么亮个相。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，从小就教育他做爱心。妈妈在柜台，妈妈在柜台好吗？当然，是谢谢你。妈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我们幼稚园老师，谢谢我们的村长。村长，请留步一下，村长，请留步一下。贝贝。来这边亮个相。其实我们晨晨跟贝贝都是我在婚宴场上的得力助手，就是说我只要说，哎，我今天有婚宴场哦，我马上就发他们两个出来做场，而且发他们两个很贵，一场就是8000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场8000，我们晨晨赞助，他说老师做公益不用钱啊，我从台中来赞助你们，那你有甘心吗？真的鼓励一下，真的，你说那我爆米花。哦，有啊，你有记得啦吼，我们讲两个都已经几班了啦。老师，那我们这个组合就贵了，不得了了。老师，会员在地哦，在地生源的友情价6000。没啦，在地60000还是6000？对，我们这样加起来就34000了，所以全部今天都做公益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是，其实我们做公益不是说每个人出多少钱啊，而是我们发那个心，因为我都会只觉得说我在分园乡土生土长，然后在分园乡教这些长辈唱歌啊什么的，可以让大家越来越年轻。那个只是这公益，没错没错，对，就是我不希望说那你爸爸妈妈吼拢伫厝在讲耍孙，无啦，耍孙的人是讲你唔对啦。其实我是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走出户外，跟大家做交流，因为踏出一大步。就是你走出了一小步，没错，或许你要走出社区不简单，要跟大家互动也不简单，但是人跟人在一起之间就是可以互相谈个话，聊个心事，因为你主动不可能你要抱怨嘛，对呀、那你我看来说三说四都没关系，可以放松心情，所以大家互相出来交个朋友，大家都很开心，真的，对，所以有空呢来全家买个咖啡啊，然后就坐着，两个人就这样坐着，对，互看互看也是啦，其实我说看那个国中生有没有，对，就买个红茶，然后就在那边写功课，这样也很好 啊。我觉得便利商店最棒的最棒的就是只要你想得到通通应有尽有，真的真的，所有的服务真的非常非常的多。再次我们试试，再次给我们的店长一个掌声好不好？是店长，而且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陈德，谢谢贝贝，谢谢贝贝，谢谢你，真的很甘心，真的非常比全国电子还